忙，就是我正常没脸，这也不是我巅峰人气。然后哪天来我直播间，我再给你好好点点，好吧？咱俩今天就交个朋友，刚才你都没有看见我公屏，这只是我巅峰实力三分之一，就这么说吧。现在我的能量只开启到了30%，因为我真正的直播间人气巅峰呢，正常是在12点到下午的2点，然后今天我又迟到了一个多小时，没有办法。哪天你不忙的时候来我直播间，咱俩再重新认识，点点关注。你直播6个月就9万关注了，就有，你知道吗？刚才我要是不跟你连麦，我直播都没法进行了。公屏弹幕全都是小骷髅，你太强了，小骷髅。你为什么叫小骷髅啊？我啊，我觉得咱俩也给你跳个舞，咱俩来一个正式层面的 PK， 对吧？好，咱俩这样，PK 一下，我输了喝可乐，你输了跳舞，好，行吗 ？OK 不？好，兄弟们想看跳舞的。那边兄弟想看我喝可乐的，这边兄弟想看我啊，想看这边妹子啊跳舞的兄弟们啊，真的。哎，我们也没什么条件，谢谢，我是149块钱，你是92块钱，对吧？那咱主播说白了 PK， 不就是给自己攒，也得适当的找啊。这谁给我刷礼物了？这啥礼物啊？感谢非你莫属，感谢非你莫属。来来来，你准备好，等会儿跳啥舞？选好背景音乐吧，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，你还有1分18秒。好的，你喜欢看激烈的还是什么的？就爆炸的，看完我直接原地爆炸的那种，就是很刺激的，哦、原地爆炸的，就是、受不了的那种啊啊，原地爆炸。但是你别让我直播间爆炸，就给我封了之类的啊！对你别给我直播间等爆炸了，行啊？是，我那不会，那不会，可以看刺激啊！哇，谢谢大灰鲸，我操！陈总，陈哥帮我，谢谢啊！陈哥帮我，啊！陈哥好强，陈哥啊帮我！哦，对面的小姐姐好强，陈哥，陈总，孔雀别他妈开小号了，孔雀快点开大号进来！还有最后的秒，感谢我小道哥的招呼！哎呀，还行啊，还行，稳住了，小道哥，我非你莫属，老板仗义出手，还行还行，最后的32秒，咱俩的 PK 还挺有氛围，发没发现啊、嗯？挺好啊、嗯，还得是你跳舞，还得是你们家还是厉害的，对。还是我跳舞了，我准备一下。你们还是谢谢，感谢大哥。啊、好的，还有时间秒、啊。感谢大哥。谢谢我们拿小刀的公主被你摸鼠以及对面的大哥，谢谢。谢谢，很荣幸。好了，要准备跳舞。就跳一个快一点的，好不好？嗯，好，咱们惩罚时间应该是3分钟。感谢小刀哥，感谢非你摸鼠哥。哇，他这灯光也能调，关灯了，我死。哇，这主播六真的，哇，我操，真的爆炸了，真的会爆炸。啊、哇，这个是真的炸，怪不得6个月就做成这样。我要为他疯狂打 call， 有细节要仔细看。哇，有道具！兄弟们，我不玩服战了，不玩梦幻西游了，我找到了人生的新方向啊！花那么多钱买个虚拟的数据干嘛？对不对？就应该把钱放在现实里交朋友。
啊，太棒了太棒了，但是我冒虚汗了啊，哎我看没看着，我他妈身体还是不太行，冒虚汗了啊，这是东北啊兄弟们，上头的感觉啊，找到了知己，找到了方向啊，找到了未来啊，找到了意义，人生的意义，